这样一首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喜欢。从来就没冷过，因为有你在我身后。你总是轻声地说，爱也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握住是你冰冷的手，懂也不懂，让我好难过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沉默不说。欢迎走进直播间的啊，喜欢我的右键关注一下，勾下我的直播通知，我们马上就到6万了啊。今天晚上我得提醒他们，你们逮着粉丝了就告诉他们勾直播通知，他都能刷礼物，他为啥不能勾啊？对吧？咱把直播通知今天晚上干过6万，就差死了个。哎呀，感谢我猴啊，谢谢我猴猴。从来就没冷过，因为有你挡住寒冬。你总是在我身后带着笑容，你总是细心温柔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握住是你冰冷的手，懂也不懂，让我好难过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沉默不说。你最心疼我把眼哭红，记得你曾说过不让我委屈泪流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当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沉默不说。没了，送给猴猴姐。